习很久。不行啊！Tobia， 狗 Tobia， 马林 Tobia， 啊，马林 Tobia， 还是留给专业的来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，你们自己讲好了。怎么了？我女儿担心我等下尴尬，我等下下来是哪一首句子？你们还没到吗？哎，我知道，五十分，差不多。那没关系，那总而言之就是会 Monkey 呀 ，Yes， Monkey 呀，我们的森林乌托邦怎么又下去了？我知道了，问题出在哪？问题出在掌声不够大声。你各位，欢迎我们的森林乌托邦。
二つビート、二層を目指して、あかりと呼んでください。はい、せーの。あかり。ありがとう。光の希望を集めて、次呼んでください。せーの。みずき。じゃあ、私の番。空の上に舞うひばりさえと申します。せーの。どれ。有没有发现他他并不是念沙耶对吗？哎，我卡卡耶。那你要说你后面要让大家喜念的是什么吗？贝贝，大家有知道是什么吗？看排球少年应该有看过。几杯？对，黑色杯。对。好，这样尴尬了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我们下一首歌了。稍等一下哦，下一首歌是什么？
我们的活动宣传先。那我们明天的话，我的明天的话，我们的点播间的感觉。我明天来是很同样在这边，在三点七。对，那接下来的话，下一次活动会是在我们11月16号，我在高雄的两咖啡，对两咖啡，一个 live house 的场地会有我们的演出，那有兴趣的话，到时候会资讯公布了再请大家关注我们。错，那基本上的话，大家如果想要知道的话，可以先锁定我们一个的小动物的自己 IG 或 FB 哦。好，那我们的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还没。那可以啊，你说不好的话我就会继续。他有点喘，那我们再打擂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来说一下，我们为什么会想要选我们明天的那首歌好了，稍微透露一下。那个就是因为飞哥好在哪？真的，那首歌很好听，然后那首我很漂亮，看着影片觉得我应该可以吧，然后开始练的时候我不行。没有错，你知道我们两个昨天那边对节奏说，我们这边节奏直接改掉好不好？因为有点太轻。我们直接跟那个最后那个叮出去就好了。就直接删减了大量的戏，也没有大量，好像没有。大量的话我们能说，我们还是尽可能的，就是删一点自己变化的舞步在里面，然后还有是依照原版来进。总之，明天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记得上午3:15的时候。总之3:30的这个变化好不好？就是你们可以从那个舞台活动一开始的那个路边拿回来哟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的话，六号你要面对了，加油！站啊，飞啊！面对吧，啊，每次我们黄金的经验都会很好，我哥那边。那下一首歌是我主唱，是 Emma 的那个 Refrain。
你确实怎么叫？为什么叫你叫？啊，好，就这样，然后大家有请，对，突然上台，然后你们不知道我们在干嘛，很激动。好，那接下来一样是我们的，就是稍微介绍一下时间，然后。空的，欢迎！我刚刚想到一件事情，我忘记了。
可以到我们的森林乌托邦，他们会在青年伯乐家里面哦，餐饮区里面那边一起就是握手会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玩了。不理他，接下来必须最后一首歌了。是，肌肉里面有剪到我们，所以下一首歌什么呢？可以呢，好，看一眼。消息机吗？没错，我要儿童开始节奏感觉，那我们先试试看，来。
我喜欢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你要记得带来五本张红丸哦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